不能拆教堂啊，这是政府批准的，为啥要拆毁？全部给我！不能拆我们教堂了，我们不反共。政府下达的命令，我们组织自行让步。你们政府还守不守信用？全部部队！你们把教堂拆毁了，我们还上哪军队去啊？我把你全部抓起来！不会！前面出事了啊！啊？师傅，怎么那么多警察？还打共产党呀？又在强拆教堂了！教堂不能拆呀！想早死，来把人给我拖出去。共产党这么搞下去，迟早是要遭报应。哟，回来了！哎，这不是于老弟兄吗？嗨，哎呀，这打扮我们都认不出来了。可不是嘛，刚才我就差点没让他见门。中共这么一监视跟踪啊，咱又多学了一门手艺。这门手艺啊，太实用了。是啊。哎，这神话书拿回来了。嗯，明天啊就给弟兄姊妹送过去。啊，太好了。吃饭了啊。嗯。哎，好嘞。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回来的路上，看见陈弟兄他们的教堂也被中共强拆了。陈弟兄，陈松恩啊，对，就是那个三字讲道人。啊，他们那教堂都拆了呀？拆教堂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姊妹被活埋了。啊？活埋人了？是太残忍了。哎，中共迫害基督徒真是丧心病狂啊！这什么手段都使啊，这是。哎，这习近平上台啊，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是越来越凶了。你看。连官办的三字教堂也取缔，看来这习近平啊，
真要把中国变成无神区，变成撒旦掌权的魔鬼监狱啊！就是这么回事。是啊，我是真没想到啊，中共连他自己设立的三字教堂都能给你彻底拆了。看来中共这个恶魔集团，真是跟神较上劲了。他是不屈地神的做工不罢休啊！哎，这是恶魔现形啊！是，你说现在中国都成什么样了？内外交困，民不聊生，这老百姓都开始上街游行了。你说这中共他为什么还不办点正事，解决点民众疾苦呢？还这么疯狂的抓捕迫害基督徒，真是邪门啊！中共罪孽这么深重，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还死不悔改。看来呀，中共是非遭神惩罚毁灭不可呀。是。这俗话说呀，多行不义必自毙。嗯。中共统治的中国就像圣经旧约记载的索多玛城一样，抵挡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索多玛被神降下的硫磺火给毁灭了，中共抵挡神啊，肯定也得被神毁灭。一点不差。各自注意，今晚的统一抓捕行动，务必将名单内的全能神教会成员一网打尽，尤其是一组，这几个人是骨干分子，绝不能放走一个，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是，局长，保证完成任务。现在中共迫害基督徒那么疯狂，宗教里面很多弟兄怎么样，都在祷告神呢，求神救他们脱离撒旦政权的苦海。是啊，咱们啊得赶紧把神的末世做工见证给他们。是是，得抓紧时间。对，之前咱们给陈弟兄见证过神的末世做工，他虽然没接受，哎，可他人性挺好啊。是个真心信主的人。对，所以咱们这次啊还得给他传。行啊。各组注意，开始行动，快快跟上。不好了，警察来了，你们快跑。干什么？在外面人！去！我说，放开我！啊！你们干什么？走进去，快走！走！你从哪里拿？说不说？不知道。报告，屋里没人。老不死的。华局，一群饭桶，忙活了几个月，摸排跟踪。这几个重点抓捕对象竟然跑了，他干什么吃的？啊！让我怎么给局长交代？中央多次下发秘密文件，省里是三令五申，取缔全能神教会是目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是，必须高度重视。是。你们都干什么了？啊！昨晚上跑掉的那几个，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抓回来。是是是，黄局，我们已经启动了卫星定位人脸识别系统，只要他们一露面，绝对跑不了。报告，发现可疑车辆。
正在提取图像进行比对。经过比对确认，车上的人正是于同光的人。赶紧通知附近的巡逻车设卡拦截。是。接受检查，地狱熄火，记录检查。你猜呀，你就在这呢。哦，杨弟兄。哎，当初政府说保护三字，咱们就以为加入三字教堂就不再受迫害了。可没想到现在，中共竟然烧毁了十字架，连教堂都拆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中共这狐狸尾巴呀，终于露出来了。他哪是要保护宗教信仰啊，他是想控制咱们呢。如果再看不透中共恶魔的真面目，那可真是愚蠢啊。这两天我就在想，当初咱们加入三字就是个错误啊。来坐吧。圣经上说呀，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你说咱信神不依靠神，却投靠在撒旦拳下，以为得到统战部官员的保驾护航啊，就平安无事了。是啊。可结果，他现在把咱们教堂给拆了，把我们老窝给端了。主没有保守我们的教堂，足以证明啊，主对咱们所走的路不喜悦啊。
有许多家庭教会就是不加入三字，人家心里就怕得罪主啊。嗯，看来啊，人家选择的是对的。听你这么一说，我想到当初犹太教就是依靠罗马政权抵挡主耶稣，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遭到了主的咒诅惩罚，导致以色列亡国，连圣殿也被执政掌权的拆毁了。哎，咱们怕受迫害，投靠了无神论政府，离弃了主，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我看呐，这很可能是神的惩罚临到了。我想到信全能神的一个弟兄，他给我见证神回来了，我持守圣经的话没接受，他当时就跟我说，你走三字道路是错的。现在想想啊，人家接受全能神是受到了中共残酷迫害，但听说全能神教会很兴旺，接受全能神的人越来越多，出于神的才兴旺啊。是，看来啊，人家选择的路可能是对的，咱们是走错了路，被主撇弃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咱村长这么高。咱们先在这歇会儿吧。这么大，竟然没有咱们基督徒的容身之处啊。哎，咱们找那几个弟兄姊妹，怎么都被抓了呢？看来，这是中共的统一抓捕行动啊。中共这个恶魔，他不把基督徒赶尽杀绝是不罢休啊。老弟兄和赵弟兄他们都被抓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落到中共手里，那就是进了魔鬼地狱，不死也得扒层皮呀。妈的，说啊，你从我在哪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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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停下，快快说，你教会的钱都放哪了？说，这老不死，不说弄。这草药消炎效果挺好的。嗯，在中国信神啊，不是被抓坐监这么简单。哎呀，还得豁出命来呀！这还真应验了主耶稣的话：“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哎，这得着生命真不容易呀。是啊。中共一天不垮台，
基督徒就要受迫害了。嗯，是。我想到一段神的话。神说，因着大红龙是逼迫神的，是神的仇敌，所以在此地的人都因着信神而受羞辱，受逼迫。神在大红龙之地开展他的工作是相当难的，而神又借此难来做了他的一部工作，来显明神的智慧，显明神的奇妙作为。借此机会，神将这班人做成。感谢神。经历了这些年的逼迫患难，我们都体会到神的话真是太实际了。中共越是疯狂地抓捕迫害基督徒，咱们呢，越能看到他对神的仇恨有多深。是啊，从中共疯狂仇恨神的这股邪劲儿啊，我们就能看透大红龙恶魔的嘴脸了。中共就是神的仇敌啊。是啊，中共越是迫害我们，我们就越恨恶他，气绝他。跟随神的信心呢，更加坚定了。嗯，神真是智慧呀。神利用大红龙效力，的确是成全了人的信心和爱心呢。哎呀，感谢神啊！这一交通神的话呀，我这心里亮堂了。不经历审判刑罚，试炼熬炼，没法得着神的洁净成全。嗯，这些年，咱们经历中共的抓捕迫害，都受了不少苦。可咱们也明白不少真理呀，这不就是神的恩待祝福吗？嗯，哎呀，咱们这些苦，受的有价值有意义，都是咱们的生命财富啊。嗯，感谢神，感谢神。哎，咱们明天去找陈弟兄，给他传福音去。好啊。那咱们早点去。好。哇，你在哪儿啊？主啊，主啊，我们的教堂这不给拆了，主啊，没地方聚会了。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孩子们啊。请你饶恕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主啊，求你感动我们国家领导人，让他们向你悔改认罪，不再逼迫我们。主啊，求你祝福中国，祝福我们国家领导人，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管理好国家。中共拆咱们教堂，咱们还为他祷告？我是祷告不起来。那为中共祷告也符合圣经啊。对对。哎，弟兄姊妹，共产党自执政以来，就一直镇压取缔宗教信仰。他们把天主教、基督教都定为邪教，又把圣经定罪成邪教书籍。是。到现在，中共对宗教的镇压抓捕已到达高峰，连咱们三自的教堂都拆毁。是是是。咱们大家想一想，我们为国家政府祷告了这么多年了，可共产党始终也没有认罪悔改，还照样疯狂与神为敌，迫害基督徒。我就琢磨这事啊，这共产党他这么的党神，可我们还一直这样为国家政府祷告，这何主心意嘛？主能垂听吗？如果是出于人的热心为他们祷告，这可就麻烦了呀。小弟，我们为共产党祷告，怎么能不合主心意？是啊，主教导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阿门。那共产党再逼迫我们，我们应该饶恕他们的。这是按照主的话去施行了，那咋能不合主心意呢？对呀，共产党是执政党，
顺服执政掌权的完全合神心意呀。是啊，是。所以咱们为共产党祷告，求神祝福这个国家人民，这个就是爱，这是荣耀主啊。说的对呀，说的对呀，对，这是最荣耀主的事。老长时间没见了，可不是吗？得半年多了，真有半年多了。干得起，感谢主啊！哎，感谢。咱别站着了，进屋绕吧。啊，来。好。哎，哟，你们这是在聚会呢？哎呀，别提了，中共啊，把我们教堂都拆了。这有些人呢，一个劲儿地为中共祷告啊。这不嘛，这大伙儿正议论这事儿呢，到底该不该为中共祷告啊？谁也说不明白了。哎，正好你俩今天来了。要不给我们交通交通？哦，哎呀，交通可以。可屋里这些人是不是都真信的呀？要知道我俩是信全能神的，能不能给报警出卖了？是啊，这事得谨慎呢。要不这么的，我不说你俩是信全能神的，行吗？啊，那也行。走，快进屋吧。哎，来啊。弟兄姊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家庭教会的余弟兄、郑弟兄啊。大家好，大家好啊。他们也都是讲道人，今天能聚到一起呢，这也是主的安排呀。嗯，感谢主。咱们呢，一起交通交通吧。坐吧。哎，好。弟兄姊妹，咱大家都坐吧。郑弟兄，来喝死。啊，谢谢。哎，好。哎，郑弟兄，你的脸怎么了？啊，嗨。前天晚上被中共追捕，跑的时候滑的，哎呀，没事儿。这中共真是可恨呐！这现在中共啊，像疯了一样，是，到处拆十字架、拆教堂。我们的教堂啊也被拆了，这不少弟兄姊妹都受了伤，一个姊妹差点就被活埋了。就对这些事儿啊，大家现在都挺气愤的。是，你说就中共。这么抵挡神迫害基督徒，你可有些人呢，还为共产党祷告，求主赦免他的罪，还求主祝福国家领导人。我觉得这么做呀，不合主的心意，但我还说不清楚。现在大家呢，对这个事儿都挺困惑，我就想听听你们的看法。要不我给我们交通交通吧？是啊，弟兄，一起说说吧。好，感谢神。那咱们就一块交通交通。嗯，你刚才提到这个大家都感到困惑的问题，我们信主到底该怎么对待中共这个执政掌权的，啊，还该不该为他祷告，是吧？是啊，是啊。大家心里可能都会这么想啊，我们为中共祷告祝福这么多年了，这中共他不但没悔改，还把咱们的教堂给拆了。他们拿走了我们献给神的祭物，还要杀鸡取卵，把咱们赶上绝路。这不是恶魔显形了吗？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再为他祷告祝福了。到底该怎么对待执政掌权的呢？哎呀，你这话算说到点上了。我们现在为中共政府祷告，怎么感觉心里难受呢？就好像是为撒旦祷告，让主拯救撒旦。为撒旦祝福，是，这能合主的心意吗？对呀，就是这么个问题。可是牧师长老啊，谁也说不透啊。是，哎，可别提牧师长老了，就是他们主张让我们为共产党祷告，说这事儿蒙神祝福啊。我现在怎么感觉好像上了撒旦的当啊？是，怎么能上撒旦当？哎呀，你们觉悟了就好啊，现在醒悟过来啊，还不算晚。你们三自教堂啊，为国家政府祷告这么多年了，不但没迎接道主，反而呢，让国家政府把教堂给拆了，给你们施行杀鸡取卵。现在啊，
想聚会都没地方，无路可走啊。这是不是遭报应了？我不知道啊。报应。但圣经启示录上说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三字教堂啊，就是政教联合的巴比伦大城。你们不赶紧从巴比伦大城里逃出来，还要为中共撒旦政权祷告，这是触犯神的性情啊，绝对不会得到神的喜悦。触犯神的性情。你这么说我不认同。我们为共产党祷告，为国家政府祷告，是根据圣经啊。对，这怎么能不合主的心意呢？主教导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阿门。那牧师长老也常讲，一切的仇敌我们都要爱，那共产党再逼迫我们，我们要饶恕他们，是用爱心来对待他们，为他们祷告祝福，这是荣耀主，见证主啊。是啊，主怎么会不喜悦呢？刘弟兄说的对，神是怜悯慈爱的，能饶恕人一切的罪。咱们为共产党祷告，为国家领导人祷告，这完全符合主的心意呀，绝对不会错的。就是，做人于弟兄、郑弟兄，你们给交通交通吧。好。弟兄，你们根据主耶稣说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就认为为中共撒旦政权祷告完全合主心意。你们敢说你们这样的领受是正确的吗？有什么错吗？你敢说主耶稣说的爱仇敌也包括爱撒旦魔鬼吗？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这样的理解领受合主心意，那你们有圣经根据吗？有神的其他话语为证吗？在整本圣经里，主耶稣有没有说过一句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撒旦魔鬼祷告这样的话呢？没有啊。那耶和华神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先知书里有没有这样的话呢？还真像过呀。那既然主耶稣、耶和华神还有众先知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那你们是根据什么认为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中共撒旦政权祷告是合主心意的呢？你们这么领受，是不是误解主的心意，谬解主的话呀？哎，你说我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共产党祷告是谬解主的话，误解了主的心意。哼，哎呀，那今天我们倒想听听，你对主耶稣说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是怎么领受的？主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们能说清楚吗？啊，就是。主耶稣说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仇敌是指谁说的？逼迫我们的又是指谁说的？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啊，首先必须得知道，神做工拯救的是被撒旦败坏的人类，而不是迷惑人类、败坏人类的撒旦魔鬼，对不对？在人类历史上，凡是抵挡神、迫害神选民的撒旦政权、世界魔王，都受到了神的惩罚。神对他们没有丝毫怜悯，只有咒诅和毁灭。那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确定，主耶稣说的爱仇敌，绝对不是指魔鬼撒旦说的，也不是指与神为敌的撒旦政权说的。
因为主耶稣从来就没有说过要为撒旦魔鬼祷告，为撒旦政权祷告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么回事？那爱仇敌的仇敌到底是指哪些人呢？我们都看见人类败坏太深了，都能否认神、抵挡神、论断神，传过福音的人对这个体会最深了。神道成肉身来拯救人类，被人类弃绝，这就足以说明了整个人类都是否认神、抵挡神的。如果没有神的爱、神的拯救，都会被毁灭，这是不是事实啊？是，没有一个人信神以后敢夸口说我不是抵挡神的。所以呢，传福音的人每得一个人都要献出爱心，不知向神祷告了多少次，也不知要交通多少真理才能使人的心回转归向神，这是不是事实啊？因此就可以证明主耶稣说的爱仇敌，这个仇敌啊，就是指神要拯救的人类说的，是指可以挽救的人类说的，绝对不是指撒旦魔鬼说的。咱们原来是这样，爱仇敌是怎么回事？是啊，在败坏人类当中啊，有很多人不信神，他们对信神的事不了解，对真道也不明白，也不认识神，或者是受了撒旦的迷惑，还能论断神的做工。对信神的人呢，有一些定罪、毁谤或者是逼迫，哎，可他们不仇恨神，不直接抵挡神。如果我们凭爱心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交通真理之后，他们能接受真道，能向神回转，那对这样的人呢，我们就应该凭爱心对待，为他们祷告，求神感动他们认罪悔改归向神。这样实行啊，是合神心意的。阿门。这么交通有亮光啊。是。但是如果人把主耶稣说的爱仇敌理解为也包括爱抵挡神的中共撒旦政权，爱魔鬼撒旦，这就是偏谬的领受了，是严重的谬解主耶稣的话，完全违背神的心意了。哎呀，今天才明白，这仇敌是指神要拯救的人说的。是的，是这么不包括撒旦政权。如果有的人呢，还坚持认为为中共撒旦政权祷告是合主心意的，那我想问了，你们为中共祷告祝福这么多年，蒙神祝福了吗？心里有真实的平安吗？能印证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吗？不能，印证不了。你们没有这个印证，心里也没有真实的平安，那现在临到的后果呢？是教堂被拆毁，你们哭天喊地，哀哭切齿，后悔莫及。这就是为中共祷告祝福所落得的结果，这是不是事实啊？是啊，是啊，的确是这样啊。这两天啊，我也想到了，咱们教堂被拆毁啊，很可能是咱们信神走错了路，是神的惩罚临到了。是啊，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神用这个事实已经为你们的困惑给出明确的答案了。为撒旦政权祷告祝福，就是站在撒旦的一边抵挡神，这是严重的触犯神的性情，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但是神的心意啊，是最大限度拯救人。神借着撒旦的疯狂逼迫，让我们看清他的嘴脸，能脱离撒旦权势归向神。阿门。那咱们呢，就应该觉醒了。如果还继续顺服中共执政掌权的，还为他们祷告祝福，那就太愚昧无知了。圣经上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这话太真实了。我们信神，如果在神的话上不求真，不寻求弄明白神说话的准确意思，就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瞎理解瞎实行，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撒旦魔鬼祷告，还说这是主耶稣的要求，这不是抵挡神亵渎神吗？
这就是站在撒旦的一边羞辱神。如果不悔改的话，那就会跟撒旦一同受惩罚，被毁灭，成为撒旦政权的牺牲品，给他陪葬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事实啊？是。这个问题的性质严不严重啊？你想想，这么严重。是啊，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再给大家读一段话。好啊。今天你还能与这些魔鬼拉拉扯扯，对这些魔鬼讲良心、讲爱心，你这不属于对撒旦施好心吗？不属于跟魔鬼同流合污吗？人走到今天，若还是善恶不分，还是一味的讲爱、讲怜悯，丝毫没有一点寻求神心的意思，丝毫不能以神的心为心，那这类人的结局将更惨。是啊。凡不相信在肉身中的神的，都是神的仇敌。你能对仇敌讲良心、讲爱，你是不是没有正义感？我恨恶的、反对的，而你却与其相合，仍然对其讲爱或讲私人情感，那你不是悖逆吗？你不是故意抵挡吗？这样的人到底有无真理呢？对仇敌讲良心，跟魔鬼还讲爱心，跟撒旦还讲怜悯，这不都是故意打岔神工作的人吗？现在我们应该都清楚了，对于抵挡神的魔鬼撒旦，神没有爱，只有恨恶与咒诅。阿门。我们信神，如果不站在神的一边，弃绝咒诅中共恶魔，却随从牧师长老投靠中共走三字的道路，还为中共恶魔祷告祝福，这就是严重羞辱神、触犯神的性情啊！是，你是这么说的。喂，幺幺零吗？于弟兄、郑弟兄，你们交通的有亮光、有实际啊！看来啊，我们为中共祷告祝福，这的确存在问题啊，我们领受的有偏差。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为中共祷告，这心里啊，也感觉不完全合适。但对这个事儿啊，就是看不透，就没有意识到啊，为中共祷告完全是违背神的心意，是在抵挡神、亵渎神的。是，今天呢，这推土机一拆教堂，我醒悟过来了，中共真是恶魔政党了。是啊，他顽固的跟神对抗，死不悔改。现在啊，你们这样交通，我心里完全明白了。感谢神。我们以往对主耶稣说的“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领受偏了。是啊，真是。认为这个仇敌呀，就包括魔鬼撒旦、中共政权。可结果呢？我们祷告了这么多年，但啥果效都没有，反倒离主越来越远，跟撒旦走得越来越近了。你再这样祷告下去，这肯定得被主撇弃，跟撒旦一同灭亡了。圣经上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这话一点不假呀。真没想到啊，我们走三字道路竟然是这个结果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是啊，这说起来啊，都蒙羞啊。同样信主，你们就有主的祝福，能明白真理，看透事。可我们呢，这老窝都让撒旦给断了，还在为中共祷告祝福呢，这算什么事儿呢？我们啊，
真是愚昧无知啊！就因为胆怯，害怕受迫害，以为加入三字就安全稳妥了，没想到落到这个地步，这是报应啊！这还是报应。不管我们为中国政府祷告对不对，我们只是根据圣经的话，这事到底对错谁也说不清楚。就是虽然教堂被摧毁了，但政府没有抓捕我们，这就证明主还是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感谢主。你们天天被共产党追捕，各处逃亡，连个窝都没有，那还不如我们。谁说的什么话？我们起码还能住在家里为中共政权祷告，心里平安，没有祸害领导。我看呢，为中共政府祷告也不算错，因为圣经上说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阿们。保罗说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牧师长老也常讲，执政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否执政掌权的是完全符合神心意啊。所以我们为共产党祷告是完全符合圣经啊。虽然我们教堂老屋是被端了，也比你们没窝强啊。教堂被拆毁，这是神试炼我们，中共没有抓捕迫害我们，这就是神的恩待，证明我们走三字道路也不算错。我们这么信主啊，心里还是有平安的，是不是？你们有这样的平安吗？怎么这么说？来，两位弟兄喝水。好，谢谢。哎呀，陈弟兄啊，自从教堂被拆的那一刻啊，你就意识到走三字道路是错的，这太宝贵了。感谢主啊，这可是主给咱们悔改的机会啊，咱们可不能一错再错了。是啊，感谢主。对于走三字道路，你们经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呢？进入真理实际没有？实行经历过主的话没有？对主的做工有没有认识啊？你们为传扬主、见证主受过什么痛苦？受过哪些撒旦政权的迫害呢？历史历代那些跟随主的圣徒，受尽各种逼迫痛苦，有许多人甚至殉道了。他们站住见证了，那你们有没有这个见证啊？你们不但没有这个见证，还要讥笑那些跟随主有家难归的基督徒，这不是羞辱吗？这是抵挡主啊。咱们再看看家庭教会，中共那么疯狂的抓捕迫害他们，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持聚会跟随主见证主，他们是在撒旦迫害这样的环境中站住见证的。那你们呢？你们没有迫害，没有见证，你们是在安乐窝里信主，用中共撒旦政权为你们保驾护航，把中共当保护伞，这是站在撒旦的一边呢。主不称许，你们站错立场了。是啊，是咱们胆怯。主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信主却不实行主的话，不遵守主的诫命，你们受撒旦的捆绑控制，在撒旦的奴役下仅仅承认主的名，没有真实见证啊。主耶稣根本就不承认你们是信主的。你们今天落到了这样的境地，难道还不该反省吗？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如果还不明白主的心意，还要硬着景象死守人的观念想象，这样做呀，太危险了。一旦被主撇弃，被主定罪，回头都没有机会了。回想主耶稣做工的时候，跟随主耶稣的人呢，他们没有投靠罗马政府，也没有向犹太教妥协，他们呀，完全是根据主的话传扬主、见证主，经受了许多患难、迫害、痛苦，为主做出了美好响亮的见证，他们呀，才是蒙主称许的人。你们投靠中共走三自的道路，有圣灵做工的印证吗？有主耶稣的话做根据吗？没有。主耶稣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我们跟随主啊，就得根据主耶稣的话。保罗所说的顺服执政掌权的这话呀，不代表主耶稣的话。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让人顺服执政掌权的，更没有让人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大家说是不是？是啊，是啊，是那么回事。主耶稣为救赎人类，受尽一切的屈辱痛苦，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只有犹太教的人才讥笑定罪主耶稣，他们啊，不配得到主耶稣的救恩。今天我们跟随神，受逼迫痛苦，这是神的恩待。可是，有些人呢，看见我们被追捕，就讽刺我们，嘲笑我们。那你们说，这样的人主会怎么对待他们？主能称许这样的人吗？不能称许。是啊。主耶稣说啊，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阿门。主为拯救我们受尽一切的屈辱痛苦，难道我们跟随主就不应该受一些讥笑毁谤、抓捕迫害的痛苦吗？应该呀。只追求肉体平安，这还是跟随主的人吗？这样的人信主啊，那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只有主知道。是啊，你说咱们信主贪求安逸，只想得福不想受苦，这怎么合主心？人家受逼迫还能坚持传福音见证神，嗯，人家才是真心信神，是蒙主称许的呀。是啊，这次教堂被摧毁啊，神的心意完全显明了，那些倚靠中共保平安的人都要遭祸。神要拯救人类，神就允许中共撒旦政权镇压、抓捕、迫害神选民。神是让人借着中共的表演来看清撒旦恶魔的丑恶嘴脸与邪恶实质，看清撒旦是怎样败坏人类、残害人类的，看清撒旦是怎样抵挡神、与神为敌的，让人对撒旦有真实的分辨，达到能够恨恶撒旦、弃绝撒旦、背叛撒旦，真实的归向神，被神得着。这完全显明了神的智慧全能。神太智慧了，这是神的良苦用心了。神利用撒旦政权效力来成全神选民，但这不代表执政掌权的是神设立的。你们说，神还能设立撒旦来败坏人类、残害人类吗？不能。神还能设立撒旦政权来抵挡神吗？更不能了。不能。那牧师长老以保罗的话为根据，说执政掌权的是神设立的，
为中共撒旦政权祷告何主的心意，这是不是在散布邪说谬论迷惑人呢？这有些人呐，既想依靠撒旦保平安，还想从神那得福，哪有这没事儿啊？郑弟兄啊，这话算说到点儿上了。刚加入三寺的时候啊，我们都有这样的存心呢。这以为这是一举两得，还觉得自己是聪明绝顶呢。真没想到啊，教堂老窝都被他给端了。现在呀，终于看透中共恶魔的嘴脸了，彻底蒙羞了。感谢神。说的是，咱们啊，为中共祷告了20多年了，就没看见中共有一点悔改，还反倒是变本加厉，越来越疯狂，把咱们教堂都给拆毁了。这中共啊，可真是个魔鬼，咱们可不能再为他祷告了呀。是啊，不能再为他祷告。现在咱可能知道了，不能祷告。是，之前我为中共政府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还平安，我心里就想，我这样爱中共，中共肯定不会抓我们、迫害我们，这就够了。没想到中共竟然能拆毁教堂，端咱们老窝，是太可恨了。想到教堂被拆毁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中共的确太可恨了。是。我加入三字时啊，就没想这条路对不对，只是想啊，主建昌人心肺腑，你管他三字还是家庭教会，只要我们真心信主，就必得救啊。是，我的想的都一样。哎呀，现在呀，我才明白，这信主走什么路啊，的确是个关键问题。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没错，你说咱们这些年在三字教堂里，哪叫信主啊？不让讲圣经里的纯正真理，不让讲启示录，只许讲什么五讲四美、爱国爱教。你说咱自己在家里聚个会都不允许。是啊，还不让接待外来的弟兄姊妹呢。就是，这有啥事啊？还得给统战部报告。是啊，咱信主被中共这样捆绑束缚着，怎么能得真理生命？能做合神心意的事儿？就是，这中共还不许咱们传福音结果子，你们说这还怎么实行主的话呀？还怎么顺服主，为主做见证呢？是，这哪有见证？可不是。我看呢，咱们在三字里信主啊，这是被中共、被魔鬼给软禁控制起来了，成了被撒旦捆绑的囚犯了呀。这就是中共的目的呀。对，一点不差。说的一点。你说在三字里信主这些年呀，好像就是搞宗教仪式了，就没有享受到圣灵的做工。尤其是老蒋爱国，聚会前还要升国旗、唱国歌，哎，我这心里呀就觉得恶心呀。这好像不是在信主啊。现在我才清楚啊，走三字道路啊，的确没有主的祝福啊，是向撒旦妥协，失去见证了呀。真是悔不当初啊！不好了，警察朝咱这儿来了！梁弟兄，快点，两个弟兄从后门走！弟兄姊妹，赶紧撤！雨村我到底在哪？妈的，我叫你不说！住手！啊！住！妈！我再问你最后一次，鱼子放在哪儿？教会的钱放哪儿了？快说！说！我不知道。说！啊！我！哼！哎呀，实话告诉你。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要取缔所有宗教信仰。哎，在中国，共产党只要掌权一天，就绝对不允许人信神，绝对不允许有基督徒的存在。哼，中央早就指示，对于你们这些信全能神的人，可以随意处置，打死白死呀！哎呀，我劝你啊，还是乖乖跟我们配合，把知道的情况都交代清楚，
否则呀，别想从这里活着出去。我们心神天经地义，正大光明，没有违反任何国家法律，可没有什么好交代的。用电线。是。清楚了没有？嗯，妈，加大电量。是。皇军，发现于春光行踪。哼，等我抓到于春光，看我怎么再收拾你。走。王局，这是今天上午在陈家庄附近拍到的监控画面，您看。赶紧向附近的村镇发协查通告。是。今天大家能够安全脱身，真是感谢祖宗。是是。两位弟兄都安顿好了吧？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今天这两位弟兄交通的话，真有见地啊。是啊，从来都没听过这么好的歌，是吧？听着心里亮堂呀。感谢主，真得益处。嗯。哎，陈弟兄，哎。他们是不是就是之前给你传福音的弟兄？你还真给说对了。他们呢，就是全能神教会的。哎呀，他们原来是信全能神的，难怪讲得这么好啊。是啊，早就听说全能神教会有真理了，看来真是这么回事啊。真是的。其实啊，半年前他们就给我见证全能神的末世做工了。我听他们说话有分量，也有见地，这听得我是心服口服。后来呀，这被王牧师发现了。再加上中共又疯狂的镇压抓捕东方闪电，我没敢考察呀。但我心里一直想，啥时候能有机会再和他们见面交通交通？哎，没想到，咱们最困惑的时候，他们就来了。哎呀，真是感谢主啊！真是主的安排呀！感谢主啊！现在啊，咱们可不能再受中共和牧师长老的辖制了，是得寻求考察东方闪电的。嗯，如果全能神。真是主耶稣回来了，咱们就是豁出命也得跟随呀、啊。这还有啥？是。那咱们啊，得赶紧组织弟兄姊妹一起来听啊。对。哎呀，可是现在中共定得这么紧，咱们怎么聚会呢？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嗯。哎，要不咱们分开聚会吧？哎，只有分开。可以。那咱们现在就去通知弟兄姊妹去。行行，那我们分头找。走吧，行，走吧。哎，对，明天降温了，让大家多穿点。于弟兄，哎，没想到今天到牛棚聚会啊！哎，这都是中共给逼的呀。可不是嘛，这当初啊，咱们以为跟随牧师长老加入三字，本以为能一举两得呀，既想保平安，还想得神祝福。这推土机一响，教堂轰的一声倒塌了，彻底砸碎了我们的梦想。这回认识到了，我们为中共祷告多少年，这白搭功了。中共他就是抵挡神的恶魔，死不悔改呀！嗯，对。这中共啊，抵挡神与神为敌，正是神要咒诅毁灭的。可我们却随从牧师长老，投靠中共，还为他祷告祝福，这不就是在跟神作对，跟神唱反调吗？这呀，可是严重触犯神性情啊！我们呢，真是得罪主了，的确该好好反省，向主认罪悔改呀！嗯。现在能有这样的认识啊，这也是坏事变好事啊！感谢主啊！感谢神！刘弟兄，哎，你们先上去，来了，走吧，走。于弟兄，你说牧师长老为啥老迷惑挟制我们，让我们为中共祷告祝福啊？
难道他们就看不透中共恶魔的实质吗？是啊，他们信主这么多年，怎么也没有分辨呢？是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好解释。牧师长老总让你们为中共政府祷告祝福，这完全是出于胆怯害怕、讨好撒旦、苟且偷生的心理啊。他们以为这样祷告就能得到平安，政府就不会抓他们，还会给他们开方便之门。哎，你们记不记得，当初撒旦指着万国的荣华富贵是怎么试探主耶稣的？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么说的。是啊，是这样。对，撒旦呢，历来就是这么做事儿。现在呢，又用荣华富贵来引诱信神的人投靠他。牧师长老啊，就这样带头投靠了撒旦。瞎子领路。他们跟政府联合，站在撒旦政权一边，专门跟神敌对。牧师长老走的，正是犹太教法利赛人走的路。的确是这么回事啊。他们自己贪生怕死，卖出秋荣不说，哎，还要把你们也控制在撒旦群下，不让你们寻求考察真道，接受神的末世做工。你们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背叛主啊！是啊，这就不光是背叛主投靠撒旦了，这还是在拦阻人进天国呀。太坑了，主耶稣对这个事儿是怎么说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主耶稣还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是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假。咱们再看看全能神是怎么说的。好啊。全能神说，看各宗各派的首领，他们都是狂妄自恃，解释圣经都是断章取义，凭自己的想象，都是靠恩赐与知识来做工的。如果他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些人能跟他吗？他毕竟是有些知识，会讲点道理，或者会笼络人，会用些手段，就把人带到他跟前了，把人都欺骗了。人名义上是信神，其实是跟随他的。如果遇见传真道的人，有些人就说，我们信神得问问带领。人信神还得通过人，这不就麻烦了吗？那带领的成什么了？是不是成法利赛人，成假牧人，成敌基督，成了人接受真道的绊脚石了？陈弟兄，哎，这段你来读吧。好。那些在大教堂里看圣经的人，整天背诵圣经，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神工作的宗旨，也没有一个人能认识神，更没有一个人能合神心意。他们都是无用的小人，都是站在高处教训神的人。他们都是打着神的旗号却故意抵挡神的人，都是拦阻人寻求神的绊脚石。他们虽然都体魄健壮，但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哪里知道，他们就是带领人抵挡神的敌基督呢？通过全能神话语的揭示，咱们看宗教界牧师长老所做的，跟当初犹太教的法利赛人是不是一样啊？简直是一模一样。是。我们信神呐，必须得认定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阿门。绝不能跟随牧师长老走背叛主的路。是。阿门。牧师长老迷惑你们这么多年，让你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结果呢？你们都落入了黑暗中。是，太可怕了。现在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都发表出来了，牧师长老还拦阻你们寻求考察真道。你们说，牧师长老是不是你们进天国的拦路虎、绊脚石啊？说的太对了，于弟兄，你们呢可真把牧师长老给看透了。
这牧师长老啊，的确就是抵挡神的假牧人。是，他们带领我们归顺三字，让我们为中共祷告祝福。这当时啊，也感觉不对呀。是，那牧师长老咋说呀？啊，他们是主的仆人，是神设立的，不顺从他们，那就是不顺服主。是这样，是，我们就受辖制啊。结果啊，随从牧师长老向撒旦投降了，苟且偷生的活着。我们跟随牧师长老信主20多年呢，啥都没得着啊。是，真是把我们都坑苦了。哎呀，现在呀，我看清楚了，牧师长老带领我们走的正是抵挡神、背叛神的路。没错，这跟着他们信主，不但进不了天国，这还得下地狱受惩罚。哎，牧师长老太就是，真是太可恶了。这些牧师长老啊，太可恨了。他们不带领我们实行主的话，遵守主的道，却带领我们投靠中共撒旦政权，抵挡主，背叛主。就是，就是，还骗我们说，这是用智慧应对中共，说在三字教堂里信主，照样蒙主的称许。只要承认主耶稣的名，向主认罪悔改，等主来了，就能被提进天国。太能迷惑人了。现在看来，这些牧师长老说的全是骗人的鬼话呀！是啊，他们把我们捆绑在中共撒旦恶魔的权下，这不就是撒旦恶魔的帮凶吗？没错，是啊。我们应该彻底弃绝这些牧师长老。说的对，咱们现在就得踢开这些绊脚石拦路虎，再也不能受牧师长老的辖制了。对，可不是嘛，跟着牧师长老就得下地狱。是啊，牧师长老老让咱们顺服中共，为中共政府祷告祝福。就是要把咱们限制在三字教堂里，控制在撒旦权下，好给他们捐献养活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天天享受我们奉献给神的祭物，还掐着我们的脖子不许我们读全能神的话，拦着我们寻求考察真道。他们这是要把咱们困死在三字教堂里呀！就是这么回事啊，牧师长老太可恨了。是，我看呢，他们跟中共一样，都是抵挡主的撒旦魔鬼，真是狼心狗肺。是，咱们不能再受他们辖制了。不但要弃绝中共，还要弃绝牧师长老，彻底脱离三字。是是啊，咱们还得寻求考察真道，接受神的末世救恩，这样才能彻底脱离撒旦权势啊！感谢主。是啊，这也是我们的心声啊。感谢神。是啊，咱们呢，早就应该考察全能神的末世做工了。是，今天这是主给咱预备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是啊，感谢主啊，可不能错过了。郑弟兄，全能神的末世做工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们讲讲吧。是啊，给我们讲讲吧。好啊。咱们都知道，主耶稣传道时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2000年后啊，主耶稣回来了，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显现做工，发声说话，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这就应验了主耶稣的应许：“我必快来。”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阿门。同时啊，也应验了启示录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的说话呀，这毫无疑问就是神的说话。神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发声说话，就是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信全能神的人呢，都是因着听见了神的声音而归向了神。哦，原来是这样，这么回事哈。那咱们得赶快看看全能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给大家看一下全能神教会网站的图片吧。啊，还有网站呢。把电脑递过来。哎呀，今天得好好看看呢，这回得好好看。哎呀，哎，大家看啊，这些啊都是福音电影。哇，这么多视频啊！啊，是，还有相声。对，还有小品呢。呀，还有音乐剧呢，这么丰富啊！是。现在啊，全能神发表的话语都登在了网上，向各国各方的人啊公开传扬，见证全能神的显现做工。越来越多的人读了全能神的话语，就认定这话呀都是真理，就是神的声音。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都纷纷的归向了全能神。全能神的福音都扩展到海外了。是的，出于神的必兴旺。阿门，阿门。这完全应验了圣经的预言：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阿门，阿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里都要留归这山。阿门。阿门。哎，郑弟兄，快给我放一段视频看看嘛。好吧，那我放一段全能神话语朗诵视频。好，太好了。我们好好看看。在全域上下，我在做着我的工作。在东方，犹如霹雳的巨声不断发出，震动了各邦各派。是我的发声将人都带到了今天，我是让人都因我的发声而被征服，全都倾倒在此流中，都归服在我的面前。因我早已将荣耀从全地之上收回，在东方重新发出。谁不盼望看见我的荣耀？谁不巴望我归来？谁不渴慕我的再现？谁不思念我的可爱？谁能不救光而来？谁能不看见迦南的丰富？谁不盼望救赎主的重归？谁不仰慕大有能力者？我的发声要在全地传扬，我要面对我的选民更多的发声说话，犹如巨雷一样震动山河。我是面对全宇说话，我也是面对人类说话，所以我口之言成了人的珍品，人都饱爱我的说话。闪电是从东方直照到西方，我的言语叫人难舍难离，也叫人难测，更叫人喜乐。犹如刚降生的婴儿，人都欢喜快乐，庆贺我的来到。因着我的发声，我要将人都带到我的面前。从此，我便正式进入人类之中，让人都来朝拜我。因着我的荣耀的发出，也因着我口之言，让人都来到我的面前，都看见闪电是从东方发出，而且我也降在了东方的橄榄山上，早已来在地上，不再是犹太之子，而是东方的闪电。因我早已复活，从人中间离开，又带着荣耀显在了人间。我是万世以前人所敬拜的，也是万世以前以色列人弃绝的婴儿，更是当代的满载荣耀的全能神。让人都来在我的宝座前，看见我的容颜，听见我的发声，观看我的作为。这是我的全部心意，是我计划的终极高潮，也是我经营的宗旨。让万邦朝拜，万口承认，万人信赖，万民都归服。阿门。这话就是神的声音呐，神的话又权柄又能力，这话任何人都说不出来呀。真是神的声音呐。是啊，是。那咱们再来读两段全能神的话吧。好啊。全能神说，耶稣来在人间带来了恩典时代，
结束了律法时代，在末世神又道成了肉身，这次道成肉身结束了恩典时代，带来了国度时代。凡是能接受第二次道成肉身的人，就被带入国度时代之中，而且能亲自接受神的带领。耶稣来在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但他只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只是做了人的赎罪祭，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完全拯救出来，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祭来担当人的罪，而且还得需要神做更大的工作，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完全脱去。所以在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神又重返肉身，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将享受更高的真理，得着更大的祝福，真正活在了光中，得着了真理、道路、生命。阿门。于弟兄，哎，我来读一段。好啊。末世的基督带来的是生命，带来的是长久的、永远的真理之道。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是人认识神、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你若不寻求末世的基督供应的生命之道，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得着耶稣的称许，永远没资格踏入天国的大门。因为你是历史的傀儡，是历史的囚犯。基督是末世人进入国度的大门，任何人都不能逾越，任何人都不可能不通过基督而被神成全的。你是信神的人，就得接受神的话，就得顺服神的道，不要只想着得福，却不能领受真理，不能接受生命的供应。基督末世来到，是要向所有凡是真心相信他的人来供应生命的。这工作是为了结束旧时代，进入新时代而有的工作，是所有进入新时代的人的必经之路。哎呀，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咱们只信主耶稣罪得赦免还不能进天国呀。是是，这得败坏性情得洁净，得着真理生命才行。是啊，只有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才能有得洁净进天国的机会呀。是是，阿门。哎呀，感谢神呐，大家听完了全能神的话，就能有这样的领受认识，这真是太好了。感谢神，这就叫神的羊能听懂神的声音呢、啊，阿门。感谢神。现在咱们都明白了，主耶稣在恩典时代啊，只是做了一部救赎的工作，并没有做末世的审判洁净的工作。对，主耶稣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但并没有解决我们的犯罪本性。对，是是啊。所以呢，主耶稣应许他必再来。那他再来是要做什么工作呢？是把所有的信徒都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吗？不是吗？不是。主耶稣再来乃是做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审判？哎，就是把接受主耶稣罪得赦免的人呢，提到神的宝座前，做审判洁净的工作，然后啊，带进神的国度。感谢神。感谢神。那些听见神声音被提到神宝座前的人呐、啊，就附上了羔羊的婚颜。他们接受全能神，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败坏性情得着洁净，哎，被神做成得胜者。这些人呐、啊，才是真正被提进天国的人。感谢神呐！他们啊，都能承受神的应许祝福，得着美好的归宿。阿门。太好了，太好了，是不是？是啊。而那些抵挡定罪、
拒绝接受全能神的，都是被神的末世做工显明出来的败子，都是抵挡神的恶仆、敌基督。他们啊，都将落在大灾难中受惩罚，被毁灭。这就是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的不同结局归宿。那咱得做聪明童女是啊，真是感谢神呐、啊！咱们今天啊，能醒悟过来，能接受全能神的显现做工，这就是聪明的童女被提到了神的宝座前，附上了羔羊婚期的筵席了。感谢神，大家说，这是不是神的祝福临到咱们？是啊，是啊，真是神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附上羔羊的婚宴了。对呀，是，这真是神怜悯了我们，我们真是太有福了。是啊，感谢神啊。是啊，于弟兄，你们接受全能神才几年，就明白这么多真理，我真羡慕你们。是啊，感谢神啊。回想我在三字教堂里信主这么多年，只明白点圣经字句道理，一点真理都不明白，比你们落后的太多了。是啊，是。我得赶紧脱离三字，接受全能神，才能跟上神脚踪啊！感谢神，感谢神，感谢主啊！主没有撇弃我们。是是。我们跟随牧师长老走三字道路，被撒旦控制，真是失去了见证啊！是是。直到教堂被摧毁，聚会老窝被端了，我们这才醒悟过来。是。要不是神感动两位弟兄，给我们交通真理，见证全能神的末世做工，我们还在黑暗中，无路可走啊！是。今天呢，真是神拯救了我们，脱离撒旦的手，我们这才看到了蒙拯救的希望。感谢神啊！感谢神！这教堂老窝端的太好了，要不然呢，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真是太愚昧无知了。今天呢，我们有幸的听到了全能神的话，这才是听到了神的声音呢。是，感谢全能神呐！啊，我们呢？可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阿门，阿门，阿门，是，确实，这教堂老窝端得太好了。是，如果教堂不倒塌，我们恐怕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是，感谢全能神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手啊！阿门，阿门，我们再不能错过机会了。感谢全能神呐！我们要感谢，是没有。